建筑师罗夫迪许建造了一个太阳能屋，它能够随着太阳稳定地调整太阳能板和集热器的角度，来供应屋子热能和用电，甚至是日间的照明。而且屋内没有冰箱，所有的厨余和排泄物都处理成堆肥，并使用干式马桶来省水，还把清洁用水回收拿来灌溉植物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做法成效非常的好，所以罗夫迪许先生又盖出了更多的太阳能屋，像是150栋超额能源屋，屋顶太阳能板发出的电能比使用量还多，里面的住户除了使用干净的能源以外，还可以贩售多余的电。